整个彰化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地方，彰化七成的水就是都是靠地下水，那包括自来水厂，然后包括农田水利会，包括各个工业区，他们都打更深更深的水井在抽水。那中科是其实要设来彰化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虚位选址不对的地方。那包括李鸿源可能也说过，就是我们为了救高铁，就是不应该把中科四期设在这边。然后监察院也说过，彰化这么缺水，中科四期不应该设在这。最基本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，最基本的要求啊，就是留住我们的水源，留住我们的农田，啊，然后让这个不当的施政哈，可以暂时停下来，重新检讨。浊水溪很短，台湾的水流很急，山上冲下来的那些土石，到了溪洲这里都变成非常肥沃的土地。但是听说中科的一些人不但在抢这些水，而且地方的那一些那个利益的团体也在抢那一些非常肥沃的土，所以没有浊水溪就没有浊水米啊。台湾还是需要农业啊。我也希望那个520要就职的马总统，能够很清楚，不要再装可爱啊，那个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，因为中科既然不设，那么就废除它，让农田归于农田，浊水溪还给浊水溪。我不知道我们要再牺牲多少东西，才可以让我们的经济继续发展。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嘛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大老板，在涨我们人民的水费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要涨更多？要逼迫这些工厂必须知道节约用水，必须知道水是可以循环使用的，要去增加设备，而不是他们台湾的水太便宜到他们可以这样挥霍，然后为了要发展工业。这一点我特别要跟政府讲，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。台湾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了发展经济去牺牲吗？不止农业，电影也要，文化也要，所有文化产业都要去呼应一个所谓经济发展这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，我们一直为了工业的发展去牺牲了很多人，很多人的产业跟命运。那我觉得人的价值远远应该要放在这个上面思考，所以说我也期待呼吁政府啊，大家对这些政策应该要重新检讨，然后做出立即的决断。过去威权阴影没有完全退去，就是一个行政权力的专断啊，一样，包括我讲过之前，不管中科环评的争议，依然发给他们建造美丽湾，到最近士林王家，我们看到是行政官僚权力的放慢，所以这个发展主义、这个利益政治、这个行政权力专断三位一体，当这几年好像土地争议、环境问题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一些问题，也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艺文界必须不断的出来。未来我们的生存环境，它是希望多元的、多彩多姿的、丰富的、充满人性化的。还是我们希望居住在一座座钢筋水泥搭造的建筑物里面，然后过着非常不堪的生活。灭农工程立即停工。